走进中国羽绒之乡，感受特色产业发展活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贾佳。在冬季呢，羽绒服可以说是人人必备的御寒宝贝。那么具有超强保暖性能的羽绒是怎么加工出来的呢？今天啊，我就来到了中国羽绒之乡河南省濮阳市台前县，一会儿呢，我们就到这里的羽绒加工企业来一探究竟。台前县羽绒产业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，经过40多年的发展，台前县已经形成10几个羽绒购销专业村，从购销羽毛发展到分拣粗加工，再从羽绒制品的加工形成主导产业。2009年，台前县规划了羽绒服装产业园，羽绒企业先后入驻园区，并开始了大发展。位于台前县产业集聚区羽绒工业园的河南省鹏达羽绒制品有限公司，专注羽绒深加工14年，是一家专业从事鸭毛、鹅毛收购、水洗、制成品加工的一条龙企业。鹏达羽绒不仅拥有外贸自营出口权，还以数千万元定金承包了国内知名企业的鸭毛、鹅毛原料，进行水洗、分拣、深加工。充足的羽毛资源及10条21台全自动变频水洗生产线和智能车间，确保了鹏达羽绒成为河南省规模大、优质资源多、技术先进的高新技术环保绿色的龙头企业之一，为地方经济做出了应有的贡献。今天来到了羽绒之乡，你是不是跟我一样想知道怎么分辨羽绒质量的好坏，什么样的羽绒保暖效果最好呢？现在啊，我们就请鹏达羽绒的赵总给我们介绍一下。好，你看啊，这个是我们的90分的白鸭绒，你看咱这个绒朵，你看这个白度、这个透明度，分辨一个羽绒好坏，主要在蓬松度。哦，你看我们这个蓬松的好，弹性也好。咱再看看一个白鹅绒，白鹅绒的特点呢，就是生产周期长，绒朵大，所以说保暖性能呢，比鸭绒相对来说是比相对是更好。为推进产业技术合作和转型升级，台前县先后举办了河南台前羽绒产业发展论坛、中国羽绒行业标准及检测技术培训班等大型商贸活动，邀请香港、浙江、天津、安徽、河北等地区近300名客商前来开展技术合作及业务洽谈。同时，台前县政府领导还带领羽绒服装企业参加中国国际羽绒博览会、亚欧博览会、河南服装产业大会等活动进行宣传推介，不断扩大台前县羽绒服装产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。目前，台前县拥有羽绒加工企业80余家，从业人员3.5万余人，年深加工原材料能力达4万吨，约占全国的1/4，年加工羽绒服装及羽毛工艺制品达3500万件。羽绒业作为台前县独具特色的支柱产业，也是一个富民产业。近些年，台前县不断在羽绒产业化上下功夫，使羽绒业在链条延伸中进一步增值。同时，作为中国羽绒之乡，台前县更加注重羽绒上下游产业的发展，努力搞好精深加工，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档次，增强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。